票。后面这傻逼，你开双挡，直接跟着跟着过来了，就是。背景还在。太少人，太少了，规模还行吧。如果一看，一看他们几个人跟着，那是什么啊？确实。这他们怎么了？不管自己吃。这气场可以的。后面这个死迷样也连个旗子也抱不起，扛啊，扛起来了哇！不断的有人加入进来了。这里面没有那啥哄里来的，没有那个日系车哄里来的哇！还不跑，还在这哄了啊！哎呀，这个妈的！你看一会儿给你拍面给你，拦住他砸。没发现，没有，没看见。奥迪的，那就是起亚。啊，都是妈的。大的。你今天来这拍这个自行车，就这里。傻逼。啊。